要吃饭，一走进来，这个布置，连洗手的地方都还蛮别致的。哦，看到那个不甚整齐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然后，好了，现在就是反正每一家餐厅都得摆得有一点特色这样。这不是一个装置而已，它是放餐具的地方。调味料，餐巾纸，有趣。是在这么酷的餐厅里面的绿咖喱牛肉饭，希望它值得。我刚才有介绍这里面的装饰，然后忘了介绍店名，这家店叫南饭。但是呢，你现在看到的是里面的服务生，我看到只有两个女的服务生，所以我觉得很困惑，所以我就问她说没有，其实这里面的服务生大部分是男的，只是今天只有他们两个女的上班，所以这还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男饭。Thank you.